手。这一次呢，完成的挑战也是我们今年2019的中秋月饼礼盒。好，还有我们左手边的摄影师，哎，看起来很厚实。好，哎，表示手的你啊，属于手的你们，来，一起发出的人。好，月饼，这是由吉米呢所设计的微笑眼睛下下的月饼礼盒。好，一起跳舞吗？这个我也吧。好，谢谢。没有发问。老超对于今天他这个活动有什么自己的心里话，想要对这些行者喊话？我觉得，每年他们都非常努力的，在一直在准备这件事情，然后他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到他们亲手做的月饼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他们加油打气，然后希望所有的朋友也都可以在这个时候，每年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嘛，中秋节的时候可以来支持喜爱的月饼，然后他们都会非常开心，也会每年也都会更为大家付出，然后会创作更多更不一样的好吃的月饼这样子。我觉得很棒啊，就是在生命中能够有一件事情让他们这么投入，这么认真，然后这么享受，也甚至很期待他们的作品让大家吃到看到，然后我们也给他们很棒的回馈，他们就会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开心，非常感动。今年中秋节老肖或是就是认购喜欢的人，小事情，这个小事情小到不能再小。嗯，认购小事情，就来送你们啊。小事小事。最近老张好像有公开自己家里的就是豪宅，我大家很吃惊，也太漂亮了。就是怎么会想要公开自己？起先是有媒体想看，那我自己是，我其实一开始是有一点抗拒，对，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家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让大家看，所以我就觉得也无所谓，那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年可能我给自己的一些鼓励自己的东西啊，然后刚好我觉得这十几年来大家也就看着我长大，看着我成长，所以我觉得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的什么生命，大家也是。家里还有篮球场，大哥周董事长，他有去过，对，他有打一下。他比较厉害。
这个不好说啊。当然，永远都是哥哥最棒，哥哥最棒。那还有其他的酒友去吗？很多人都会去啊，很多人都来过我家玩啊，打球、运动啊，然后吃饭啊，都有。你们下次也可以来，因为我上次有请过媒体来我家吃饭，真的真的，真的真的，下次请你们来我家吃饭。上次有啊，哦，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，是吗？应该是。我很希望可以。对对对，下次你们可以来。嗯。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说真的。最近好像有看到。当然是有啊，怎么讲呢？就是我觉得多少都一定会有一些吸收嘛。所以是在想什么？想要怎么回复他比较好？没有，就是说，当然很多时候我也检讨自己，到底该怎么做？到底什么才是啊？我们应该做的，或是我们想做的，是什么东西到底才适合做啊？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去思考这个东西。对，我也在思考，我也要思考。最后是怎么决定将说这12年来是我的计划？我觉得就不说这些事情，因为已经过去了，我觉得。也不要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互相尊重就够了，这一切就这样子。下次来家里吃饭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下次来家里吃饭。好，等你邀约我。好好，谢谢，好谢谢，谢谢。